原标题：清朝帅气状元携黄金向民女提亲被拒，对方父母状元是啥？陈初哲是什么人呢？他家在苏州也是很有名望的，而这陈初哲从小也受着很好的教育，并且外貌长得很帅气，很多人都喜欢。除了有长相，自身条件也不错，他学习很好，很聪明。乾隆25年八月的时候，陈初哲去江苏参加乡试一次就考中了，成为了一名举人。但是在第二年会试的时候，他却落榜了。可陈初哲本人并不沮丧，他又继续复习，开始研究文学，和他弟弟以作词在江南一带很有名。乾隆30年的时候，乾隆皇帝出宫微服私巡，陈初哲兄弟俩因为有文采而被召进宫参加考试，陈初哲考试成绩很出色，而他的弟弟因为写错一个字成为了第二名。4年以后，陈初哲通过了会试，又参加了殿试，他写了文章让很多人欣赏，而且字迹工整很漂亮，乾隆皇帝很喜欢这篇文章，于是陈初哲得了第一名，成为了状元。除了科举考试这方面，陈初哲的婚姻也很有趣。有一天，陈初哲在路上走着，就碰到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眉目传情，很让人动心。陈初哲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，他主动上去打招呼，但这个姑娘却不爱搭理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陈初哲就上门去拜访了姑娘的父母亲，说他自己是个状元，但姑娘的父母亲却不知道状元是个什么东西。陈初哲又拿出乾隆皇帝赏赐给的黄金，说要当做聘礼，但姑娘的父母亲又问黄金有什么用，陈初哲就给他们耐心地解释了一通，过后他们却把黄金退还给了陈初哲，说家里有田地，不需要这些厚礼。虽然提亲失败了，但陈初哲却娶了另一个姑娘结婚了，但这个姑娘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后来陈初哲又娶了一个姓蒋的姑娘，这个蒋姑娘性格挺好，也很会做家务，同时还能帮助陈初哲出点主意，是个典型的贤内助。陈初哲在当官期间一直都在为百姓做好事，他在湖北当道员的时候遭遇了粮食没法收的情况，他第一时间就自掏腰包捐助百姓，在遭遇水灾时候，陈初哲还亲自去治理修水坝等，他一直都让百姓赞赏，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好官。陈初哲在为人处事方面也做得很好，待人友善真诚，竭尽全力帮助他人，只可惜只活了50多就去世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